下一首这首歌叫《冲向海边》，然后是我写的。然后那时候真的应该大家都能感觉到，最近天气真的是太热了，一直到台风过后台风前都是一样的。其实那时候我突然很注重一个问题，就是环境的问题。就是一直到今年的这种热一直没有办法，就真的很热啦，然后才知道是不是应该有些作为。嘿，例如其实我没有什么作为。你有没有开冷气？没有开，尽量不开。对，尽量不开。然后就很喜欢跑山上啊，我宁愿不要再，就有些人可能会去尽量开冷气之类的。你在讲什么？对，我在讲什么？帮我讲话嘛。反正就是写了这首歌之后，我就一直觉得应该要做点什么，还是唱歌好了哦。好，这首歌叫《冲向海边》。要先走起啊！大热天的时候，我站在红红的太阳下，穿着我的假脚拖，我想现在就来点不一样的，给我一个冲动，能不能就这样随心所欲？我开始骑着我的摩托车，开始今天疯狂的这一刻，我要带很多的酒，带很多的朋友，准备好就这么做、哦哦、我要疯疯狂狂奔向那海边。后面的朋友举起了双手，我要赤赤裸裸，这都没关系，能不能就这样随心所欲？能不能就这样随心所欲？我们啊，冲吧冲吧冲向那海边，让自己疯狂。我们冲吧冲吧冲向那海边，让海浪打在我身上。呀，就是要多接触大自然。小心哦，台风的时候还是不要去海边了。哎，那个正好，能不能拍手？大热天的时候，我站在红红的太阳下，穿着我的假脚拖，我想现在就来点不一样的，给我一个冲动，能不能就这样随心所欲？我开始骑着我的摩托车，开始今天疯狂的这一刻，我要带很多的酒，带很多的朋友，准备好就这么做、哦、我要疯疯狂狂奔向那海边，我要赤赤裸裸，这都没关系，就这样随心所欲，能不能就这样随心所欲？我们冲吧冲吧冲向那海边，让自己疯狂。我们冲吧冲吧冲向那海边，让海浪打在我身上。好了，不用拍了，好，快结束了。谢谢，冲向海边。是不是我这个时候中午唱的时候应该没有人了？不是，我是要说你在唱歌，我真的很无聊。对。所以。然后我叫他打鼓的时候，他又不要。他说什么你知道吗？很丑，因为脚要开开的，然后他就这样子打。可是刚刚那个姐姐很酷。呀、yeah,。姐姐。比如说。就很酷啊，没有办法说、啊。好啦。好。好，接下来。